江 style。好的，玩过《末日之战》呢，应该对这个角色不陌生，他就是诺曼，没错，没有听错，诺曼底大空降的诺曼 ，OK。他是一个海陆战队的，对吧？他反正他就是一个角色就对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跟这个外星人对打，这个外星人是有多邪恶？你看，他已经开到这个地球的上空了，整个落胜度都是飞碟啊！等一下我们就跟他对打一下。首先呢，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角色的功能哦，他的功能还蛮多的，看一下，跟游戏的那个技能类似，它左边这个选单是那个防护罩，然后这个是隐身的，然后这是力量，然后上面这个是速度，然后这个呢一定要有枪才可以用。我们先回到那个城市街道找一下那个路人试一下枪法哦。OK， 我们先，也不用啊，其实前面有那个这个模组的那个什么。那个坦克车哦，去找他们，不用加速器。他的技能有一项是可以跑很快的。等一下，这卡住，我先跑过去哦。然后右边蓝色那一条是他的技能点数，就是他如果到红色就不能用，然后他慢慢的回复到满的时候，他可以继续的用。然后绿色是他的血条啊。OK。这边居然没有坦克车啊！另外一边啊，这边啊。OK， 这边有坦克车，然后一堆人准备要跟外星人对抗啊。看不太到我，所以，嘿嘿，哇，这个人在看望远镜哎，在看哪边啊？有看妹吗？有看到我吗？OK， 总之呢。我们先试一下隐身哦，我选这个隐身，然后它又出现这个隐身画面，然后偷偷归到后面，然后按 B 可以把人家打倒，啊不会被发现。哦，他的武器掉了 ，OK，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，那他这隐身一样会消耗他蓝色的，哇，从后面偷袭就挂了。试试看，再试一下。哦，他倒了。OK， 我们再……哦，他们要打架了啦！我先站起来一下啊、哦。站不起来，真的假的？站不起来。他卡住。他居然站不起来，他是卡 bug。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这很喜欢趴着就对了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是这个是换子弹的数量。啊，不管，我先换那个加力量的。哦，果然啊。需要加力量就站起来了，也打超远的、欸，我再试一下。哦，哇塞！看一下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没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，就枪，这枪还蛮帅的、欸。哦，他有那个望远镜哎、欸，发射吗？哦，哇，这个嘞，举手你会怕对不对？死啊你！嘿嘿嘿嘿嘿嘿，我叫你转过来，不叫你跑啊！哈哈 ，OK， 我们再试一下，看他消耗多少能量。我要换近战武器啊，近战武器才可以用。然后当他出现那个按那个 B 的时候，哇，那一条蓝色只能打一拳。那如果我们选择另外一个。防御的话，我的身上会出现红红的光啊！怎么不会出现呢？明明就有红色的光，现在没有啊！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打他一下，继续打他。
我们试一下，我们现在没有开那个力量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么远啊，而且没有消耗蓝色的那个 bar。OK， 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武器哦。当他如果是有拿枪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武器。然后他这边可以选择这四个不一样的东西。第一个好像是 attach 的那个什么 rifle， 它可以装什么东西的。然后哦，它是配件啊。第一个是好像是 silence rifle， 就是那个步枪可以用那个灭音的吧。然后这边是 flashlight， 是那个手电筒的。然后这个 attach 是总之呢，它可以有四个东西可以装啦。iron sight， 我这个没有试过，但是可以试试看哦。不晓得怎么用。啊，先这样啊，因为我也不太会用。卡吗？会卡吗？哦！我来看一下这个车子。OK， 我们再换一个，换另外一个。它这个 speed 的话是可以跑比较快，然后它只有跑步的时候它会加速，但走路的时候不会加速。但是就不能跳啊，不能跳，边跑不能跳。如果跑过去冲过去打人的话，没有那个连续技啊，就是他直接顶多这样打一下而已。欸，我是不是烧起来了？我全身烧起来了。哦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，全身烧起来也蛮帅的啊。啊，我先换这个防御护甲。护甲的时候，欸，为什么他没有红红的？啊，不管了，我们这次呢就先跟外星人对打。我现在这个地方齁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外星人在另外一边，把外星人叫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外星人有多可怕。我先把时间调亮一点，因为有点快天黑了。啊，这样子外星人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在我前面啊。我可以按住 B 选单，我先把外星人叫出来 ，OK。然后我现在的关系呢是跟那个跟军队一起的，这样他就不会打我了。我跟他们一起。然后这个 respawn 话应该是可以出来。欸，为什么他要冲过来？哦，因为我身上着火，我身上着火，他就冲过来帮我灭火，太好笑了吧 ？OK。然后这个警察可以重生啊。外星人出来了吗 ？OK OK， 出来了出来了，现在出现左上角要出现那个我的生命，然后那个 loss 就是有多少人，红色应该是外星人啊，蓝色是警察，所以警察如果死了很多人的话，就出现四个人哦，已经有四个警察挂了，这样，然后地图上面的红色的小点点就是外星人，看一下外星人多可怕，嘿嘿。异形嘛，这根本是异形。哦，为什么拿弓箭啊？这应该是模组的关系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看到我吗？哎，我后面有一只外星人。啊，他居然爬出来了！你要去哪？你要开飞机哦？开飞机吗？哦，他挂了，他挂了就会出现红色的光啊。而且我现在的武器只有三把，我只能装三把，一个是近战的，一个是枪，一个是地雷。那我这个可以换，看我想换什么就可以换什么，换一把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的武器可以用丢的，我拿这个武器，欸，为什么是这个？我要换hammer， 我明明就拿 hammer 啊！啊 ，bad bad bad， 这个啦，这个才爽啊！哈哈，是用丢的啦，丢啊，丢啊 ！OK， 我准备开打了 ，OK， 然后我先把那个什么东西关掉，就是
就是这个东西关掉，这样他们就会看到我了，看到我就可以打我了。OK， 看一下，看一下他丢出去的样子。咻，哈哈，这是飞刀模组啊，可以丢小刀的，但是我把它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啊，丢一下外星人。嘿，没中。哎，你去哪？给我丢一下！哦耶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谁在后面偷射我？站出来哦，站出来哦！我有护甲，不怕你哦。丢啊，丢！没有中啊，谁没偷射我？看到你了，一堆人在后面。为什么被通气啦、啊？明明就丢外星人，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啦？哇、哦！啊，不管，我用近战武器了，近战武器好了。这个 maximum strength。哦耶，它红色出来了、啊，红色的，你看那个，它黑色装甲有淡淡的暗红色，那个就是，那好像是护甲吧？我记得好像是护甲。好，我们去找外星人来打一下。奇怪，这个外星人在干嘛、啊？逛街哦。没看过坏人吗？哎，为什么打外星人被通缉啊？真是不合群哦。看一下。对啊，明明就是跟军队是一起的啊。啊，不管了。反正我这么厉害，至少不会被坦克车打。好，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他的叫声是啊啊？你好吵哦，踩不死啊！哦，他被打得好远哦，这个时候才看到我，太晚了。然后我被围殴了，等一下，我有装甲，你打不动，打不痛的、啊，你打不了我了。痛死他！哦，踹踹！哇、啊，挂了！啊，你再射，你再射，我就丢斧头，丢！用第一人称啊，第一人称。丢，哎、欸，没中啊！再丢，这很难秒哎、欸，是怎样？丢不到人呢、啊？丢不到人！哇塞，丢哪边啊？直接贯穿的吧？啊，终于中，终于中了！别人打我啊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不想活了吗？不想活了吗？这很烂呢、欸，完全丢不到人了。哎、欸，换这个 hammer， 这个丢到吗？丢不到啊！在空中啊！然后换一把枪，这个枪换一把枪好了，真的这个近战武器完全没有用。哦，这把枪好帅哦！他连枪也会发射红色的光。换一把，我记得有一把是彩色的。这个一直在射我，是不是你？很讨厌。OK， 换另外一把枪，这个 NG 吗？是。但是还蛮帅的。哎、欸，哦，射不完耶、欸！我再打一下警察，打我干什么？就是你，你在偷射我。AK-47有没有 ？AK 呀、啊。再换一把卡宾枪，有一把蓝色的、欸，
是这一把，这把吗？也不是啊，我忘记我放哪边去了、欸。不管，我先清掉他们啊，一直打我很烦啊。都在那边偷射。嘿，就是你。我觉得我被变成标靶了，我要去，我们去那个街道好了，街道的那个就会有很多路人啊，这样他们打路人会比较爽一点，就不用一直打我了。我先传送过去咯。 OK， 我们来到了这个街道啊，这个街道开始出现了外星人啊，外星人准备要攻击了。趁这个时候呢，我可以继续换我的枪啊。我记得我的枪有换过啊。咦，也不是这台，也不啊，橘色的 P50 吗 ？P90 啦，橘色的 P90。好，我开打了。喂喂，这坦克车怎样？看路的。欸，它可以跳嘛？明明就可以跳。哦，快倒了，快倒了。这台大龙物流，怎么回事啊？翻车了、啊。我进去里面躲一下好了。我先隐身了，隐身一下，这样应该看不太到我。他们在哪里？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攻击就开始看到我了。哦，爆！哦，打那么多下、啊。哈哈，22:9啊，是不是很强？超强的啊！洛曼交给你了，后面偷袭他，直接踹他。我用近战武器，然后选择这个 power 这个东西。哇，警察，你把他干掉，干得好啊！干嘛在我后面偷偷摸摸的？想干什么？骂我？不想活了吗？你把手举起来，把手举起来。好，好，你旁边，是不是看到我都怕？这台 P90 超帅的啦，哇，橘色的耶，配我的眼镜刚好。好，谁在跑？谁在跑？来找那个外星人的茬了，疫情嘛，对不对？听说5月要上映了，来。之前先把你打一打，看到你了，你偷射、哦。这个隧道好多啊，好多异形啊！看到你们了，过来这边，过来这里没有用啊。为什么他会爆啊？明明就射地板。滚回去太空，滚回去啊！OK， 我们再用一次近战，近战比较好玩。他们好像在上面，躲在上面偷射我。哦。我在欣赏我的外观呢，你在射什么啊？欠打！哇哦！哇！诺曼飞拳，嘿！啊哒！哈哈！踹呀、啊，踹爆你！耶、yeah, ，挂了！哈哈哈！那个枪对我是没有用的，你的外星人枪，哇、哦，哦，直接打他头哎，嘿嘿，过的，继续围殴他，怎么烂异形？可以顺便改一下吗？改车吗？不行啊，
不能改啊，坐车进去改，坐台台车进去改，看一下可以改什么东西啊。这时候改车真的蛮有趣的，你好歹开个门嘛，对不对？这观众在看哎，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也不需要什么车子，烂车子啊。继续集气一下，把它打烂。哦，没有爆啊！哦，是不是超远的、啊？没有一台，这边有一台。哦，弹走了。还没有集气的话，一样可以打哎、欸。哇、哦，这边有台车哦。好，走了。哦，打超远，都快烂掉了。又是谁？给我站出来！我看到你了。集气中啊，来啊，站起来啊！35-10啊，臭异形！哦，还没有挥到你就不见了、啊，偷跑！哇，你蹲姿还不错哎，来打一下！哦，喷水嘞！啊，踩你屁，踩你踢呀、啊，踢呀、啊！踢到你，踩 ，OK， 来吧！哇，你那把剑是绿色的，一下又绿色，哈哈哈哈！啊，你再射啊，你再射啊，你再射啊！他挂了，那么快，再射啊！然后我在他面前他射，然后他那个爆炸的东西就影响到他，啊，对我射啊，快点，哈哈哈哈！行不行啊？这异形很弱哎。到底是谁在那乱射我？有警察吗？这真是……哦，集火攻击了！为什么都没有警察加入啊？走开啊你！冲啊！嘿，阿乐阿乐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警察？刚才不是有警察吗？OK， 我先换一下那个 bodyguard， 应该可以叫 bodyguard。好，趁他们还没来的时候，我先清一下。哎，是谁？为什么蓝色点点在附近啊？那点蓝色点点怎么不见了？刚才还在啊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地上有枪啊，你们射的很多，很爽，对不对？来换一下枪。奇怪，没有警察支援哎、欸！啊，难怪是我的，难道是我设定上的问题吗 ？Disable。哦，哈哈，我一重生 ，bodyguard 就被射死了，所以一次可以叫出一个，我再射出，再叫一个出来给他打。哦，一次可以生出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个，一次只能叫五个伙伴，6个。我记得最多是7个啊。哦，他倒了。啊，一次是5个啦，5个。兄弟，走了，直接开打了，我当盾牌啊。没有装甲不怕那种枪啊！冲第一个没问题，
异形太烂了，什么烂异形啊？我隐身一下。嘿，真的就不会打我啊，对不对？看什么看什么？我在你旁边呢、啊，我在你旁边，你看到啊？啊，我的隐身术不见了啦！我来加速。喂，你射不到我，你射不到，射不到。射不到哦，跑超快的啦，哈哈，跑超快的，哇，打爆了，冲啊！哎，试试看这个碾弹，送你啊，送你吃，不用还了。哦，炸飞，再一次，给你吃，哇，你还举手哎、欸。哇、哦，第一次看外星人举手的啦，好酷哦！举手，举手，把手举起来。哎、欸，他挂了，他没举死，他还没有举起来就挂了啦。把手举起来。啊、哦！天哪！狙击啊！我先隐身啊，一直打我很烦。哦，这样还看得到我吗？不行啊，来，狙击来。啊，真是。来，我们这一次来换一下那个异形的阵营啊，嘿嘿，太有趣了。先换一下魔族啊，魔族 ，Alien， yes， Alien， Alien， 然后我把这个，我跟这个什么关系啊，跟这个 Alien， 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直打我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次来消灭地球人呢、啊，我们来先找谁下手呢？我看看，可以叫一下那个吗？巴利嘎吗？有欸，哇，一次叫了七只巴利嘎呢，太屌了，兄弟们走，我们去清掉这个人类啊，给我下车，下车，哇、哦、哇、哦、你们的枪都比我还强哦，好，跟着我，不要跟丢啦，好啦，我们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去打人类啊！哇，这沿路都是我们的人嘛，这赢定了啊，分享奖，对不对？谁啊？谁着火了？你们叫来叫去的。Damn man！ Damn man！ 你会讲英文哦 ？Damn！ 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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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我试试看他这个外星人加这个 Crassus 的那个模组啊，试试看隐身术。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不能隐身啊？外星人不能隐身哦。那力量呢？力量把这个换一下，用手打。啊，自己人不能打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去打警察好了。警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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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你先把手举来，会怕吗？哈，会怕哈，来，异形就是要用手打才对嘛，用什么枪啊？哎，你撞到我了，老兄，你撞到我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走开啊！啊，我这边是老大，知道吗？我先看一下他坐上车会怎样，虽然这台车快爆了，上车要爆了，要上车吗？哎，你们很。你们真的很爱抢位置哎！这台车要爆了！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异形坐车，看到车子里面都是异形，哎、欸，你还比中指哦，这样对吗？我把时间调亮一点，这个太暗了。哇，现在是11点钟 ，OK。
好啦，天亮天亮了，天亮啦！哇，四个异形坐在警车里面，这还蛮有喜感的。谁骂脏话？谁骂 asshole？ 下车啊，教训他一下。哎，没教训他就挂了啦。好啦，兄弟们，继续冲啊！把这边人干掉，给我下车！你不会怕哦？拜托，我后面有六七个保镖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坦克车出现了，我的异形伙伴都挂了啦。这个时候要怎么对付你啊？这个时候爬到车上面就找不到我，哎哎哎，要倒车啊！哎，最好是你这样打得到我啊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哇！哎，炮口转过来了，哇塞，哇哇，是这样碾过去了，送你啊，巴拉，送你是巴拉，巴拉巴拉巴拉，乱丢一通，还过来啊，过来，哎，过来啊，试试看这个气，过来，把你引过来，地上一堆地雷啊。哦，爆了，可是他没有爆。哇，换我要跑了，异形会爬坦克车啊。哦，因为我的枪太烂，我是用 AK-47 啊。哎，我换一把枪，这是下岗，这是那个散弹枪啊。哦，你很凶哦，你很凶哦。哦，兄弟，帮我挡一下啊！这个异形太弱了。绕过去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！哦，兄弟，你把他干掉了啦！不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嘿嘿，好吧，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啦。那如果你喜欢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按赞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！